它是完全全高坛的针织，全高坛的冰凉针织。然后呢，下摆的洞洞其实已经很明显可以看到它整个特色，还有手绣的手绣边。再来呢，我觉得最厉害的就是它的弹性，你看它弹性超好。然后它其实就是一个小公主绣，然后你不用特别去扎，因为呢，它算是一个下摆，就是做那种手工非常漂亮的这个编织。所以呢，我觉得你看它这样透透的，超级好看，而且它非常冰凉，冰冰凉凉，穿下去就是凉凉的感觉。最具特色的就是这两坨，好，我都教到这两坨，因为它直接可以修饰我们的手臂。如果啊，你们上身比较稍微肉肉一点的粉丝，还有第二多穿，就是可以直接变一字领，超级好看的啦。上衣 L 号是一定可以穿的。好，那它算是一个短版上衣，所以如果你不想露肚子的人，我现在还有露那么一麦麦，对不对？我觉得 OK。但是如果你是连一点点都不想露的人，请你穿肚脐之上的裤子，那就不会有露肚子的状况。我真的觉得两个颜色都很好看，那这个颜色我觉得就是很经典的颜色，New Era是还蛮大推这个颜色。好，那这个颜色我觉得搭起来就是活泼，然后气场度非常棒。但是呢，你如果还是喜欢白色，白色我觉得也很经典哦，一样该有的元素、该有的美，它通通都有。